哎呦 ，What's up？ 我超人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来玩一台老相机。对，就是我手上这个方盒子。这台相机叫做 agfa synchro box， 是一台德国生产的 agfa 盒子相机。它产自于1949年至1957年之间，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。这个相机的结构比较简单，只有两档快门，50分之1秒和 B 门。两档光圈 F11 和 F16， 它的取景是通过上面这个观景窗透过这个小孔来取景，竖构图看这里，横构图看这里，原理其实和双反相机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叫这台相机是三反，对吧？它的底片大小是6×9，今天我们用它来拍一张四板，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吧。 OK， Let's go。